谢谢谢谢啊，这个每次演出的时候都有朋友送花，是啊，有一次还送各种吃的，还有啊，然后我就说，我说海科别送吃的，嗯，后来就没有再送吃的了哈、啊。真听话，其实我随便客气客气，没听说过，你别太当真，没送的了，该送也得送，嗯，送什么呀？嗯。这个几乎每周都有这么几场这种演出，对，这是德云社搞的，这叫中国相声精品节目系列展演，是30个专场，嗯，演了20来个了，哎，差不多了。这周呢一共是3场，嗯，今天这场呢这算是基本功作品欣赏，哎，基础活，所有表演的节目都是孩子一学相声就应该接触的，砸基础，这是基本功作品。今天，嗯，啊，这周呢还有2天，一个是周六。群口相声专场，哎，要是有时间你们得来，这群口相声热闹，对，打群架，一大帮人都跟台上，好玩啊，你们得来。周日也是在这儿，周日是德云社青年队的演员，哦，在这演一出大型的舞台剧，叫《唐伯虎点秋香》，这也是我们保留剧目，这演了够6年了，这个戏，对啊，今儿排戏时我还说这是第6版，可能是，对啊，这是我们青年队的演员侯慧莲他们唱的，哎。也挺有意思啊，每一个角色有不同的演绎方法，嗯，有时间您来捧，对，来看，是是不是，嗯，也没有别的手艺，就是会说相声，对，难得各位老少爷们这么支持，那么捧场，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刚才我们俩说的那叫五行诗，对，这个五行诗是一个传统节目，嗯啊，小孩们从小学相声的时候先接触这个，先学这。我小的时候是学评书开的蒙，哦，评书开蒙也是用五行诗开的，哦，也学这个，哎，因为它里边好多动作，但你搁在相声里边，你不能每一句都按评书这么来，哦，啊，不过砸基础用这个，啊，演法也很多，包括词儿也不太一样，哦，有改动啊，你看这个火化指挥散，散步青年汉，汉子睁双眼，眼把佳人看，哦，啊，或者汉子伸双手，手把金莲攥。包括这最后这个土山游湾转回归，归了青青入罗围，围帐以内佳期会，唤醒家人喝咖啡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呢，它是不一样的说法，哦，不一样说法，每个老先生传授也都不一样，哎，喝咖啡这也是 这打上海来的老先生，这唤醒家人吃大蒜是谁家半夜煮面你又开始了，围帐以内佳期会，唤醒家人吃大蒜，这个啊，言前者啊，所以说这些传统的节目其实来说非常有意思，嗯，关键是演员要重视这个，尊重传统啊，尊重传统，继承老先生这些个技巧，对，你都不当回事儿，过过这些逐渐的就失传了，是是不是，当然对演员来说加强文化修养是应该的，刚才说的这诗词歌赋这些东西都得学，嗯，啊，我们应该学，但你要拿我们当大学教授这做不到，哦，学一点皮毛而已，嗯啊，我们这个岁数就差着了，对，那后台我们的老先生，嗯，啊，当初张文顺先生啊，嗯，张先生当然现在去世了，就是那会儿活着老念的这个，嗯，从小他们上私塾，哎，这个啊，后台有几个老先生，邢文昭先生，嗯，李文山先生，这都70来岁奔80的人了，对，人家老先生一说这个如数家珍，赶上过私塾啊，什么四书五经啊，三字文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呢，嗯，二龙路大表这什么哪儿地名啊，这都是我后边续不上了，反正有这么，哦，那就不是了，咱们都这个老先生年轻的时候就爱这个，时代在发展，现在人说话都大白话，嗯，倒退些年，你像这70、80岁的人，他们20来岁那会儿说话还知乎者也呢，哦，还有这毛病，还这样，嗯，后台老先生念的有时他们说的真事都可乐之极，哦，后台2位老先生，嗯嗯，还参加演出的是李文山先生，李先生，邢文昭先生，哦，邢先生，李文山先生呢是相声前辈王世臣先生的弟子，嗯啊，也是德云社的元老之一，是有人喜欢李先生，哦，大老头胖有特点，说太胖，说话这嗓子挤着往外出声音，是，哎，干嘛呢，哎，就这味儿，李先生好这样，嗯，邢先生呢是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对了啊，嗯，也说单口相声，也说对儿的，对啊，上岁数说话有时候慢，嗯，这你这老得想着词儿，哎，你别小瞧这老二位啊，年轻时候都好学问，哦，都有学问啊，那会儿老先生念叨说他们俩事儿可乐之极，说什么事儿，好，邢先生那会儿听说李先生搬家了，嗯，上人家看看去吧，串个门去啊，乔迁之喜嘛，温居得瞧瞧去，嗯，
去了，没去过。那是刚搬的。熊先生看李先生，他没去过，没上家去过。嗯，去吧，头一回。嗯，啊，邢爷比李先生大。哦，长几岁？哎，长点。可是家里边呢，李先生那个媳妇儿啊，嗯，是他的弟妹。对，他这么叫。可这弟妹他没见过。哦，都没见过。串回门，服服帖帖的。怎么呢？弟妹学问高了。哦，能上人学东西。就是李太太。哦，到家啪啪一砸门，那会儿都平房。是。你想啊，倒退五十来年，北京哪有多少住楼房的呀？对的，都有街门。啪啪一砸街门，嗯，李太太、李大妈那会儿年轻啊，小媳妇儿，张嘴说话跟作诗似的。说的什么呀？何人扣我如意板？我头上青丝尚未卷。还没说好头呢，这门啪啪砸门，何人扣我如意板？嘿，就这句话值金子，多好！头上青丝尚未卷，没梳好头呢。对对对。邢先生赶紧，那会儿年轻啊，啊，这叫开门，哎，这好嘛，这时候年轻就这毛病啊，这叫开门，哎，跟李文山朋友哦上家拜访，您快进来吧，让进来了，这是让进来，那会儿小院儿，对呀、啊，新盖的大瓦房，嚯、哦，这房子可不错呀，捧这房子，李太太乐了，嗨、哎，这都是朋友帮忙，客气，一回头，哟嚯，嗯，墙角上有辆自行车，哦。那个年头，趁辆自行车跟有辆汽车一样，可不易。好家伙，自行车你们家有？是啊，是仨月工资买的。你瞧瞧，来吧，往里边一走，嗯，那出一老太太，哦，身体倍儿健康。嚯，老太太身体真硬朗。嗯啊，可不是嘛，这不是孩子们孝顺。嗯，知道老太太一月光吃点心得花多少钱吗？哎、孝敬。往屋里走吧，嗯，炕上放一小孩儿，哦，月科的孩子，哟、嗯，孩子真足本啊，是，小脸蛋儿，呵，鼓着，嗯，孩子真可爱，嗯，啊，是，您夸奖哈，祖宗积德，嘿，给老李家留一条根啊，真会说话，您坐着吧，那谁呀、啊嗯，李文山没在家，哦，出去啊，这个做了半截饭，您吃吧，这就得了，嘿，煮面，嗯，这一煮面呢，没留神掉出一根来，哟，掉李太太这脚上，嗯，啊。一抬脚本儿对面又回去了好练杂技呢可是一回头呢嗯邢先生看着了哦盯上了哎呦很尴尬啊那倒是您瞧我们这金钩钓鱼这好会说话哎开玩笑、啊、这吃的饭哎呀我这个很冒昧我还没问了刚才那个老太太是不是嗯啊对对对那是那个高堂老母嘿、啊、那您就是那还甭说了、嗯、我是你兄弟桃花美人你看看说了这么几句话非常含蓄回来之后邢先生就急了怎么呢进门把媳妇抓过来啪啪啪啪啪他好踢球、哎、跟您有一个爱好、嗯、干嘛这么打呀哟你干嘛呢这、啊、这哎、你嘴都不利索你知道吗谁嘴不利了 啊把这事儿一说嗯你就照着学哦学这个准知道过两天李文山得上家串门去得回礼、啊、哎你这照着学啊是他来了我都不露面哦他躲着找个旮旯我听你说对不对好前边还行哦学下来了就最后高堂老母跟这桃花美人记不住太难了买了一块糖找一小碗搁着这是高堂老母高堂糖哦就想起来了想不起来这看糖嗯这桃花美人买大桃哦桃就代表搁一碗里面搁门后嘿想不起桃花美人看这桃就想起来了一晃仨月哟李文山串门来了嗯啊啪啪一砸门是哎在家里没有啊哎这好这说什么呢这在家里没有哦家有人吗哎行一下我藏起来了藏起来哦躲起来了说说说说行吧学着吧啪啪啪 嗯谁打我棺材板嗯我一脑袋麻将小花卷什么乱七八糟的李先生没听明白那是不明白说什么呢这把猫这也甭叨了这个门嗯哎您快进来吧快来吧、嗯、再等您了哦哦哎进来吧嗯李先生进来了啊看看这儿看看那儿嚯、嗯这几间房盖的可不赖要说房子夸这大瓦房对邢太太乐了、哦、这不嘛、嗯、这都是那个嗯就是拿点心催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点心能催房就吃点心一月你知吃多少钱吗
听着不像人话呀。那满布挨着呀。一回头，嗯，哎，有辆自行车。也有车。哎，这你们家也有自行车。是。啊，嗯，这祖宗缺德留的。嗨，那得留自行车啊。留辆车啊，那是你进来吧，进来吧，赶紧进来吧。赶紧进来啊，往这一坐，那个炕上有一孩子。哟，这孩子真可爱啊！是是，真可爱。嗯，这不大伙帮忙吗？是啊，这能帮上忙吗？都是大伙帮忙，哎、帮忙。行，你坐着吧，我给你煮面去。赶紧吃。这好，这仨月见天吃面就等你。哎，这好，不吃别的了。哎、煮面也不掉啊？怎么不掉？不掉我也踢，啪踢，拖鞋进去过来了。好嘛，李先生都傻了啊！这干嘛呢？干嘛呢？啊！看我这鲶鱼钻被窝，这嗨是吧？满不对了。好，一回头，那屋出一老太太。哎呦，这老太太，嗯、你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嗯。后边拿那小碗去。哦。里边有糖吗？得提醒。仨月糖都化了。哦。这个老太太呀、啊，是我们家的糖稀。哎，糖稀呀、啊。哦，那您是、啊？我就知道你得问我，你等会儿啊。哎、我是这家烂桃。你听说过？谢谢啊，嗯，这个，哎呦，可了不得了，哎呀，我救了多少卖花的，这谢谢啊，大伙老这么鼓励，无以为报了，水平有限，能力一般啊、嗯。刚才这是传统节目，这叫白事会，对，是根据于谦老师家的一个真事儿，我们这能是真事儿？相声有真有假，对，你比如一上来说他跟高峰怎么怎么着，嗯。那就是真的，哎啊，这都是假的。哎、我说我这个说高峰啊，我是发自肺腑的想说他。哦，因为说别人我下不去嘴，唯独说他高峰，怎么说怎么快乐，怎么说怎么有理，就喜欢说他。对，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很特殊。哦，啊，高峰，第一来说呢，我刚才讲了，他的师傅是范振钰先生。对呀、啊，范振钰大家可能有年轻的观众都不熟悉了。哎，对，当年的高英培、范振钰，呵，那是一对响当。大家啊，大家，嗯，高先生说话激昂慷慨，嗯，范先生说话很沉闷幽默，嗯，俩人站台上，你不用看你就知道他们俩是吗？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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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有特点了，俩艺术家啊、嗯。我师父呢是侯耀文先生，对，他师父呢是石富宽先生，是，所以这老三位算是师兄弟三哥仨，对，没错。哎，可惜三位都去世了，嗯，那么说我师父在呢，好家伙，一不留神说死了这个。你说哪差这十天是不是、啊、就十天你师父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啊嗯。但是范先生去世了嗯。我是范先生的一子干儿对所以在天津那会儿我跟高峰我们就认识就熟发小他比我小几小个七八岁得有小十岁哎，所以说我们关系非常好、嗯、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曾经跟高峰的姐姐嗯哎这事儿没听说过啊谁都有十七谁都有十八是不是 啊对对谁叫烟囱不冒烟是吧还是这话我跟高峰的姐姐我们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哦那您这事儿得讲一讲。这没什么可说多少年了就。哎得说说。不是我儿子都这么大了我哎往哪儿指往哪儿指在后台呢对别老正经这边指我这正经什么呀 他是亲的。啊我也不是干的。你也是亲的。没听说过。这一说就是这还不有二十年十几年前我都忘了嗯高峰他们家他爸爸是一个什么什么厂子一技术员之类的哦搞技术好像是我到现在我不知道他爸具体干什么的哦他爸爸好像就零碎就零配件组合反正我知道就是传自行车的他爸爸那什么技术员啊这个就是自行车厂给人上这上那就干这个的哦也算是工程师单位都喊高工高工哦高工、啊、高工技工这意思技工有技术的工作人员嘛是吧那还得叫高工、哎、他爸爸叫、哦、他的名字很独特他父亲、哦、他父亲叫岳父、啊、他爸爸叫岳父高岳父什么名这是就是盼望自己发财越来越富是这个意思哦岳父所以每次见他爸爸都岳父可开心了、哦、他爸爸这名字给你起的这他们家仨孩子嗯俩姐姐一个儿子、啊哦、俩姐姐可好看可好看的了漂亮、啊、嗯可好看了嗯大姐叫高乐高嗯二姐叫高不成
哎，低不就呢还，所以我没要他二姐啊啊，三呢就是高峰，嗯，不跟他长得不一样，他姐姐好看，随他父亲，哦，高峰随街坊，对，随街坊，这人有随街坊的吗？你随母亲，母亲小名叫街坊，哎，这恨那么别扭。姐姐长得可尊了，真的是吗？要多尊有多尊，尤其大姐可好看了，哦，比我小两岁吧，可能也三十多了，今年可不，嗯，那会儿我们还都小孩呢，哦，不大，哟，可喜欢，哟，好，嗯，就老追人家，就老追也追不上，是，就是长得好看的这个姑娘也不怎么都心那么狠，是吧？啊，都跟刀片似的，拉起人来不带眨眼的，好家伙，啊，就来回追呀，怎么也得不着，是吧？嗯，后来我就说这玩意儿百思不得其解啊，嗯，这句话是这么解释吗？这？百思不得其解，就怎么想怎么得不着人姐姐。我一直是这么想的，没听说过。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哦，成了，终于成了。行，在一块儿待了有四个多月了。哦，那也行。啊，然后就分手了。哦，嗯，分手，然后就好像他就很快的就嫁给什么人了，好像是。哦，我很难过，是吧？我那段时间借酒浇愁，嗯，天天出去上酒吧喝酒去，嗨，啊，天天喝，然后想我就。挥霍吧，人生就这样了吧。哎呀，花天酒地，颓废啊！所以那天也是酒吧喝酒啊，嗯，我说一人喝闷的，嗯，老板有什么小美女什么的叫一个来。嚯，啊，我们这有东瀛美女。嚯，哦，还有日本女孩，嗯，东瀛美女啊。嗯，来一个啊，来了，进来了，真好看。是，坐着我对过。嗯，大爷喝酒吗？啊，什么味儿这是？山东东瀛。哎，好嘛，山东东瀛啊。啊，后来我反正借酒浇愁呗，啊，借酒浇愁，愁更愁。嗯，后来听到一个好消息，嗯，他姐离婚了，嗯，这什么好消息？我的心情愉悦了很多啊，嗯，高兴了。这就 好长时间了嘛，对吧？嗯，我再见到他就是有两年后，可能是哦，那会儿还在天津呢。是，有一次路过他们家，嗯，下雨，哦，下雨，我躲了他们对过那楼栋那儿避雨。嗯，哎，我岳父正好在对面那儿忙活着。正收他那个零件什么的啊，对，快过来过来过来，我说哎，岳父啊，你非这么叫不可，您挺好的，快进来进来，下雨呢，疯了，跟外边，嗯，进来，我一进门，嚯，除了高峰没在家，一家四口都在，哦，全在，俩闺女都在家，我很尴尬，嗯，哎，挺好啊，啊，挺好，老太太挺喜欢我的，哦，快来快来，又是湿都湿了，快快快，嗯，给换个背心吧，嗯，穿高峰的那个，嗯，高峰的破背心到这儿，他个儿高啊，换衣服，吃饭吧，嗯。吃完饭聊会儿天吧，嗯，瞎聊呗，说话就得有夜里十一点多了，又晚了，雨是越来越大，嗯，我说我走吧，老头说你干嘛疯了，嗯，你就跟这儿住一宿我们再说呗，在这儿住怎么住，你们家就一间房，嗯嗯，现在还有住一间房的，不是他们家住一楼啊，是一个三居室，嗯，但是家里装修那两间屋子都堵上，都在这一间这儿久着，怎么那么寸呢，我说我怎么住，那怕什么的了，这没事，嗯，拿你当儿子一样，哎，我们老两口子睡床上，嗯，大闺女睡沙发，嗯，有一折叠床啊，二闺女睡，嗯，墙角有小床，嗯，是高峰有时回来跟那儿睡，哦，你就睡那儿吧，我睡那儿，我是很尴尬，哎呀，一想就会酒就会酒吧，这会儿十二点多了，嗯，躺下吧，关灯睡觉，嗯，五口人，嗯，他们家人睡觉打呼噜，哦，打呼噜，这连闺女带小子老头老太太都打呼噜，你看看打呼噜还说梦话，哦，还说话，有一个来钟头吧，我是没睡着，翻过来叫过去的。嗯，他大姐那打呼噜说梦话。嗯，过来呀，啊。嗯嗯，这是他说的，是你想的这个，不搭茬不合适。您说，不敢。哎，对，我说清楚了。老头说话了。嗯，谁动打死谁啊？嚯，老太太说了。嗯，孩子乐意，别拦着。嘿。二闺女坐起来了，啊，什么好事我先来，什么好事，这都真事儿，又来了，这都真事儿，嗯，其实我最爱说还是爱说于老师家的事儿，哎，这我知道，嗯，爱听吗，这咱们厚道点怎么样，群众的呼声啊，这个打夜喝酒嘛，经营这挺好的，我爱上他们家去聊天，哦，有时候爱跟他父亲聊天，老头人真好，特别可爱，嗯，我刚到北京我就认识他父亲，是那会儿咱实话实说真没饭辙，哦，我第一次进北京16，嗯，
1988年、89年、嗯，第二次是92年来过，第三次一到95、96，嗯，三次进北京，第三次来的时候，那会儿真没辙，啊，也没有朋友，嗯，真的啊，人没辙的时候，狗都不爱看你一眼啊。他那会儿于老师不错，嗯，我就是比狗强点个儿大了，哎，没听说过。人厚道，现在这个状态，那也不行。他就是有个什么哪儿团里慰问，一个月给他个几百块钱的慰问，就是。但是比我是强得多啊，最起码有收入。那会儿吃个大排档啊，吃个饭什么的，哎，对对，还挺好的。那会儿我有时候总看见他爸爸，哦，嗯，因为那会儿我在那个就是南城这边租着平房住，有时候坐公汽车总碰他爸爸。哦，嗯，啊，那会儿看他爸爸，我乐坏了。怎么了？啊，他爸爸一上车，老头儿眼神也不好，嗯，一上公汽车，这时候揽着这伴儿。我在车头里那边，他爸在后边，不管谁挤啊，他动作不变。这时候这揽着伴儿，嗯，这时候，这是干嘛啊？我也不知道，我也挤不过去。我说一会儿再过去吧。嗯，卖票的过来，大爷卖票，等会儿啊，嗯，钱在这边了。嗨，嗯，带着什么呢？哎，接过票来，嗯，揣兜里，这服了。这个费劲啊！一会儿车人少，我过来，大爷，哎呦呦呦，小子。你挺好的，哎，我挺好的。我您这什么呀？这给老伴儿买内衣的尺寸，没听说过。谁拿手量啊？这个，一说一乐，快80的人了，这个很天真了。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很天真嘞，就我们这个岁数这样可恨是吧？啊，70老头你多可爱，这个是吧？有什么可爱的？把我乐的，我说您这想起什么来了？啊，不行，你大妈说了，你真家跟我急了。嗯，啊，这么大岁数一辈子了啊，跟我冤了哈。嗯，就到现在没穿过内衣，啊，这岁数让我去给买个肉兜去啊？什么话这？去吧，老头真去了。嗯，买完好。胡同口就把包装拆了，嗯，老伴儿，哎，对，好，提了回来了，整个胡同都瞧见了啊，嗯，一进门，给你这个，啊，老太太都害臊，这，瞧见胡同有人了吗？嗯，扔过来扣老头脑袋上了，嗨，老头乐了，咦，你我是个空军，哎，这没听说过，跟空军有什么关系？老头特别可爱，有什么可爱？特别，我就爱跟老头聊天，真的。这，啊，您各位别笑我，这实话实说，嗯，人生在世，其实雅与俗。也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俗中有雅，雅中有俗，大俗即是大雅，大雅即是大俗，这生活是不是？70老头干这个事儿，这都不叫事儿，他爸爸干的事儿比这还压碜了。嚯，您要说什么这是？但是不能说，但是不能说，嗯，啊！真听啊！我给你们编一个，现编的。啊，站台上，有底线啊，不能说的太过分。真的，你看这么些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父亲是吧？我是有底线的，您这什么底线呢？这是，挺好，挺好，嗯。老头特别的可爱，人也好，人心眼好。嗯，他们家住平房嘛，临街有两间房子，闲着也闲着，租出去。哦，说两句话，北京南城现如今临街租一间平房，嗯，也不便宜了。可不是吗？老头租出去一个月1000块钱一间，那门脸房两间2000块钱，这么贵。说到日子说给不了，回再说。好心眼，别看这一句话回再说，嗯，人心是热的。对，做个小两口带一孩子，嗯，就是那个卖食品呢，啊，做元宵啊，哦，干这个小两口，安徽人，嗯，小两口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还有干也不易，可不嘛，真不容易。小买卖人，小门脸儿，嗯，一间住一间呢，摆几张桌子，嗯，门口啊，摇个元宵，元宵大伙都知道，也是汤圆啊。嗯，是啊，那个馅儿四方块的，蘸上水，嗯，搁到笸箩里，嗯，再把面搁在里边，再把它摇了，摇元宵，摇圆了。这个方块糖蘸上面，有水，越摇越大，越摇越大，最后成元宵了。嗯，你买回家去吃也行，你在这现煮也可以。哦，都行。有一个锅，有一个炉子，老开着。嗯，啊，天天不容易，这男的跟着干力气活，媳妇儿呢抱着这孩子，弄这笸箩，笸箩底下有一个小轱辘，嗯，就为来回摇这个笸箩，摇元宵，都这样，也不容易。老头照顾人家两口子。是吧？每天下午，老头4-5点钟睡醒了午觉，嗯，准得出来问问啊，看看缺什么吗？用什么吗？你看，帮个忙什么的。那男的跟这忙活着，小，嗯，媳妇跟这摇元宵。嗯，他爸爸一看左右没人，嗯，咱们看没人，啊，看看老太太在不在啊？是吧？干嘛躲着老太太？啊，这出来了，呵，行啊，嗯，够白，
什么够白呀、啊？元宵那面够白，管这干嘛？你以为呢？啊，我以为。我以为那破了呢。啊，嗯，行啊，够白，买卖不赖啊，啊，没我这两间房，你有这造化？说这干嘛？就说疼人的话，疼人的话，这是疼人的话吗？嗯，真好啊，是呢，跟人家跟他客气，嗯，谢谢大爷吧，嗯，给您煮一碗吃嘛，这一天吃三回，谁受得了？老吃啊，合着。那给煮给煮一碗，快给大爷煮一碗。嗯，男的过来打婆箩里，这一掐拿了十多个，扔在锅里边给煮。刚才弄孩子这摇元宵啊，嗯，这孩子就闹，闹怎么了？好，小孩一两岁还不会说话呢，嗯，凑合喊个妈妈喊个爸爸，嗯，孩子刚才想解手，哦，就说不出来，这儿一脑袋汗，别动，孩子不由自主的就拉了，怎么了？但是一岁的孩子列位，就拉了这么一个。小角儿，嗨，吧嘚儿就掉到婆箩里边了。嗯，一岁的孩子，列位，咱们都是养儿女的人。嗯，一岁的孩子，这很正常，是不是？嗯，谁嫌孩子脏啊？是吧？就是，在孩子拉里就这么大。嗯，叫于老师的，嗯，叫、哦、别比了，那拿我比什么呀、哦嗯？行了，这就掉到里边了。嗯，掉到里边就跟面裹了一块儿。啊、嗯，这一摇呢，就摇到一块儿去了。哦，他再小，他也比糖块大。摇了最后这最元宵里边他这最大这么大个这一拿就把这个也拿起来了哦，搁了锅里一煮嗯，煮完了一飘起来就熟了嗯，盛在碗里来双筷子大爷您吃吧你爸爸这合适吗、啊、还客气呢头筷子就把这大个的夹起来了谁吃不捡大的呀有戏日本人不是很细啊、哎，这个面很细 啊，捧着面，我来了，是吧？嗯，什么意思？嗯，这巧克力馅的不甜呐，北冰说了。啊。好吧，其实天儿可不早了。嗯，你说你们都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是吧？嗯，啊，但是实话实说，有的住着远的，有的需要赶车呀，什么坐。你看那边一男一女走了，嗯，这才几点？你们俩，哈哈，哦，上洗手间，全知道。好，希望你们圆满成功。废话，谁撒尿不得圆满成功啊？早尿早回哦，嗨、啊，没事儿，嗯，这个很正常，人家愿意听是人情，不听是本分，可不，该走走你的，反正我会记住你的。哎呦，好家伙，啊哈，其实说句良，你看这说不走、嗯，这都是卖完房来的，哎呀，还以为啊到这儿来就如同分了房了，嗯，谢谢各位吧，啊，大伙儿这么捧这么鼓励，其实我们可爱说相声，嗯，因为我们也没有别的手艺，也不会别的，是。能站在舞台上有人喜欢听这是我们的造化真是这样你说是不是、嗯、还再次重申以后来千万别买东西、哦、真的、啊、你再买东西我就很不开心了啊！真的假的 你要买之前你一定要问问我喜欢什么嗨行了您这啊，另外要送东西送谦哥别送我这叫什么这真的嗯，他有时候喜欢个小玩意儿送我电动的剃须刀了嗯、充电器啊就这类东西、嗯、见这跟见着亲人似的小电器啊喜欢小玩意儿嗯喜欢小玩意儿啊这个后台我说过他是科学家嘛德云社第一个用苹果手机就是他哎这我买的早德刚你看我这个嗯苹果手机 iPhone 的嗯啊刚出那会儿夸一键花开啊嗯通讯录哎嗯音频视频、嗯、啊这是录音用的这个、嗯、啊飞行模式有这个我神经病啊是怎么我这么试飞行模式哎我就没见过摔得那么碎的、啊、那非摔碎了不可啊拿个塑料兜拿勺拐进来都摔成泥了哎去修理去了那是得修一进苹果店呀于老师来了太喜欢您了、嗯、我是您的粉丝、嗯、可爱听您相声了嗯人、哦、怎么了这是于老师这个我试飞行模式哎别跟人说可成功可成功啊
能成功？这个看不出来是手机。您稍等，跟我们经理说一声吧。小头叫经理出来了，二十来岁一姑娘，要多好看有多好看，漂亮，都快赶上高峰的姐姐了。哎，别提她了，可漂亮了。嗯呀，于老师啊，嗯，哎呦，我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您啊。行，我是飞行模式来着。别跟人说了，丢人不丢人呢？哦，这个，我以为是墨粉呢啊。啊，就摔碎了。明天下午四点您再来吧。哦，留下了。转天下午四点于老师又来了，一进门姑娘等着他了，拿着手机给您换了一个外壳，机芯还能用啊。如果用着哪儿不方便您再找我们来吧。就是一递，嗯，一接，啊，谦儿哥觉得不对劲儿。怎么了？手机底下藏着一张纸条。哦，这女孩的眼睛会说话，就这么一递。嗯，谦儿哥这边，嗯，什么模样？我干嘛这么大反应啊？我区别一下两个人啊。嗯， 嗯，好，我要咬人，回去看吧。哎，谦儿哥出来找一旮旯，手机放好了，纸条打开了，写的是我很爱你，这是我的手机号，嗯，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要死是怎么着？就这汗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小到大没遇见过这个事情。是，这是正人君子。没错，在我们后台来说玉洁冰清，嗯，走到哪儿贞节牌坊就跟到哪儿，至于不至于？真正的正人君子，那倒是，跟女孩说话脸都红，真这样，儿子都不是他了啊！我这是，这得是这个啊，儿子都是他的啊，不是吗？但是这是人生中第一场艳遇哦，这叫艳遇！我的天哪！啊，想了想，人不风流枉少年，啊，有这么句话。我找一个酒店，要开房，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你先等会儿吧，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哎。太缺德了，这个迈步就来了，嗯，直接奔大堂，掏出身份证，嗯，扔在柜台上，啪，嗯，开房。嗨，我要跟女粉丝睡觉。哎，这别嚷啊，这我叫于谦。啊，行，这我师傅石富宽，提这个中国铁路文物团国家一级相声演员，他的手机号1380。我非得说这干嘛呀？给我开最好的房，就开就完了，不要问多少钱。哎，多少钱？是于老师，啊，48。哎呀，也没去什么好地方。还有便宜的吗？行了，还怎么便宜啊？这个没有，我们就是这个啊，掏钱。嗯，我掏多少钱给人这么点？就是零的。哎呀，啪！嗯，找钱？没听说过，零钱还找什么钱？找两块也好了。嗯，拿着钥匙。嗯，拿着脸盆、拖鞋、暖壶，走。我这都自备了，我地下三层，好，住在地印子里头。我一下地下室，嗯，有一个枣一般大的灯，太暗了，这灯跟酸枣那么大，这别形容，太昏暗了。哎，嗯，这间是我的，就是眼神好，放下盆、暖壶、拖鞋，拿钥匙开着锁头，还这么开呢？这锁对开了，嗯。呼啦啦啦啦啦啦，这是蝙蝠。嚯，住鬼屋里头了。我这拿盆拿暖壶拿拖鞋啊进来，嗯，坐在床边上，拿手机。哎，我是于谦，我很爱你。我现在在五星级快捷酒店，嗯，地下三层，门口有蝙蝠的房间。哎呀，找得着吗？马上来。哎，一摁告诉他群发啊。我还犯这错误？我的天哪！啊，我怎么犯这个错误？这玩意摔完了不好使。这我会发到谁那儿去？没谱。谁会回过来？哟，回来了。谁呀？对门邻居的大姐。她说什么？老公在家，明天行吗？这都没听说。又回来了。这是家里的保姆。她说：“死鬼才想起我来。”这都不挨着。又回来了。谁呀？你表嫂。她说：“10分钟就到。”嚯！又回来了。谁？说相声的高峰。他说什么？师哥，喜欢你好多年了。哎，去你的吧！我一点都不累，我告诉你。啊，在家呢，去找他去吧。嗯，谁找他去？演出就是这样啊，他不能说这百十来演员一唱都上来，这来不了。嗯，分期分批的来啊。是。不过今天岳云鹏确实也安排不了，他那个，哦，他那男朋友孙越呀，啊。男朋友。
我们刚才说了哈，闹嗓子，送到二龙路医院去了啊，还是痔疮啊。他自个儿微博上就这么说的，没来了，没来了。今天什么高老师啊，这些人都在啊，反正都一样啊，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水平。对，其实我老觉着我们水平其实很一般，还得学。一有人夸我，我就脸红，不是郭德纲如何如何，嗯，其实都是同行们的衬托。嗯，嗨。说相声的好多人都跟我聊天儿，嗯，说你们这听说分主流相声界非主流相声界，嗯，我说你一定不要这么说，混淆这个概念不对吗？相声就是一家人，哎，就是相声，嗯，哪分这么细，我说你要非要愣得分的话，那也无非就是按照有工资没工资分，这能分吗？对不对？所谓的主流相声界非主流相声界，主流的就是体制内院团，国家给工资，哦，纳税人给钱，非主流呢也无非是民间社团，嗯，自己挣钱自己花，也就落于这个。你要说特别细致呢，嗯，主流和非主流分别各有三类不同的演员。哦，怎么分呢？主流演员呢，一等的就是艺术家了。哦，穿西装打领带抹一小红嘴巴，嘿，啊哈，能参加大晚会，嗯，站在那儿激昂慷慨催人尿下，嗯，尿下，水平很高，而你觉得哟，这人真了不起，嚯，你会不由自主的刮目相看。刮宫相看，嗯，你这生下来再看好不好？这第一种，嗯，第二种呢就是上不了大型的晚会，哦，但是很挣钱，哦，也有钱。主流的第二种演员，他满处走学去啊，哦，这儿三千那儿一万，嗯，啊，山西哪个煤老板嫁闺女，哦，哗，艺术家就去了，嗯，展台上一捧，嗯，哎呀，这个闺女多好啊，是十八岁，长得跟我亲妈一样，嗯，这是好话吗？反正也不老会说话的，这都，啊，挣钱。给个一万八千就回家了。哦，三档呢就差一点了。怎么？大晚会没有他，挣钱的学也没有他。哟，但是呢，单位有工资。哦，哎，一个月挣个两千块钱、三千块钱。嗯，拉个扁条线，切个痔疮，国家报销。哦，都管。平时没事慰问，那活好干。好干吗？无论到哪儿去，十二分钟慰问就打发了。有时间。哎，上台张嘴就先唱歌。怎么唱啊？往上一站，比如说今天到天津了。嗯，天津呐，天津呐，我的故乡。故乡。十二分钟找一个底下说一笑话下来了，哦，明儿奔四川啊，嗯，什么这个成都啊成都啊我的故乡，你瞧，后天佳木斯，佳木斯佳木斯我的故乡，三百块钱呗，哦，到哪儿都是故乡，一样一样，哪儿都一样，都能唱吗？嗯，都一样。到乌鲁木齐呢，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故乡，三百块钱，你瞧，哎，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啊，布宜诺斯艾利，别去了。怎么就不去了？他出不了国。哦，这类演员没有护照，出不去，没有出国的机会。哦，唯一的乐趣是在家里拿手机拍鱼缸。嗯，拍完鱼缸发个微博。哦，哇，我在普吉岛潜水耶！嗨，这潜水能看见鱼虫。哎，对，就这个货，就这三种啊。然后非主流也有三种。哦，第一种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艺术。嗯，真爱相声，拿相声当命。譬如说有，嗯，别。有，不是还有？好吧，啊？什么叫好吧？我努力，还会有的，还会有的啊！这现在没有。嗯，第二种呢，就是普通的小剧场演出。哦，有我们的民间艺人，有退休下来的演员，嗯，有爱好者，大家集中在一起，嗯，听能耐吃饭，旱涝平天也行。有好的，有不好，但总体趋势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好。是啊，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小剧场，99%都不挣钱。哦，啊，有的地儿是在火锅城里边说相声，都是国家级演员啊。哎呦，穿西装打领带往这一站，底下涮着锅子，嗯，看看肉片，看看他，看看肉片，看看他。这好，这都真事儿，这都真事儿啊。是啊，有一个不是一级演员，我死去，真的。全是，有的是在茶城给人演出，嗯，喝够20块钱的茶也能听相声听一晚上。嗨，这都不要钱，白给人说，嗯啊，反正挺不容易的，嗯嗯，好多地儿就是你就这在这儿演一场，这个剧团。跟剧场之间它是有钱的来往，那不过您记住了，是剧场给剧团5000块钱、3000块钱啊，哎，我在哪个哪个俱乐部演出，我演完了俱乐部要给这团3000块钱，哦，但这个票拿出去找居委会一发分了，送票这个行业现在可紧张了，是啊，尤其一个城市要有个十几家小剧场，那能打出狗脑子来，嚯，你也送我也送，就看谁送的好了，嗯，所以有时候我也老劝他们，送的这么好，为什么不干个快捷，干一个什么这个快递这类的都行啊，这不挨着，别跟相声界搅和了，嗯，这是一种，但还行，总的来说吧，凭能力吃饭，嗯，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哦，第三种非主流，第三种是最厉害的，
他们呢？早先是观众。哦。啊，开始听相声，后来不解恨，揭竿而起了。起义了。你想啊，他听了两年，他觉得会了。做个大褂100来块钱是吧？嗯，上场说相声了啊。这类艺术的风格就是有陈胜吴广，有水泊梁山，有瓦岗寨，好一群土匪感情。有太平天国，有李自成、张献忠，反正不一样。全起义。这类最难惹。怎么？他可以在微博上天天骂你，你知道吗？哦，他骂人。哎，但总的来说，希望这个行业能够好。嗯，别打架啊！过去老先生老说，就是谁好谁带着，这是句老话。我也是认同这句话。您挣一8000万，那是您的能耐，我佩服您。说我一场分一西瓜，那是我不灵。嗯，我想辙去，那是我的事。老憋着谁被谁弄死就没意思了。是我们同行这老这样，老憋着被郭德纲弄死。嗯，我死了你也卖不出票去呀、啊。嗨，两码事儿，你先两回事儿啊。不是说我死了你就会了，这是两个概念。嗯，我要真死了，对这个行业是个打击。很希望能够，说相声的团结起来，好好的说相声，给大伙带来快乐。这么些观众，你看，就这个点儿了啊，好几千人还不走，我也不知道是没家呀还是怎么着、啊。但是您各位是真捧我们，爱听，没有别的。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大家对我一个人的鼓励啊，我心领了，谢谢各位。你先说，先别说，你等会儿，怎么改你一个人了？啊？你多咱来的？我在你前头上来的。我让他们弄车送你回去了。哪儿送？没走啊，这个。不是我上哪儿去？你等会儿，咱俩还得表演节目呢，你送我回去，说像话吗？不是，你不家有事吗？我再有事儿，我得表演完喽啊。你不用，你别添乱了。差不多，我这添乱呢，我一直我不好意思说这，我说良心话，这回了家了，我也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你太搅和我了。我怎么搅和你了？说句良心话啊，嗯，我在外地我也不敢说，我回了家了，我胆儿也大了，给我家乡的父老，我们老门口的人啊，大伙儿帮着我。不是，你先别拉关系呢。等会儿，这家乡人也不碍事，这有正义感呀、啊，这都是啊，对不对啊？很有正义感啊。是啊，那这捧逗之间怎么我讲？今天啊，一个是我带着德云社来演出，对啊。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今天是告别舞台，对。别人没怎么样，您把我轰走了，合着。今天你就到这儿吧。我怎么就到这儿了？因为你那个艺术水平不能在这个地儿演出啊。这地儿怎么了？我演没演？刚才不照样演？小馆儿啊，体育馆是啊。你这个水平跟这儿演出，这算诈骗。您这罪名安的可够大的，知道吗？大伙儿不清楚，我知道啊。于谦，对呀、啊，他说相声，说句良心话，咱不是说我回来了，同着家乡父老踩乎他，不是啊。嗯、啊，他的水平确实不行。您等会儿。您先说说我水平怎么不成，咱都摆在桌面上说好不好？你看急了。不是急，没劲啊。对了，您说这个还不许我急，没意思。当着这么些观众、啊、您是回家了，我招谁惹谁了？ 我就问你，说了这么半天，我着急了吗？我往心里去了吗？对，你就说我了，你往心里去什么呀？不是，其实我认识他挺早的。可不是吗？他也从小我们都一块儿在曲艺团学员班啊，老师一瞧见我乐得跟什么似的。那上人见喜好啊。打报名那天我往屋一走啊，郭德纲，哎，老师您好，呵，这孩子太可爱了，我认你当我干爹啊。什么老师啊这是啊？老师爱我呀。这什么贱骨头老师啊这是？知道吗？这太好了，坐那儿去，义父，来坐那儿去。呵啊，这老师口真甜，我看、啊、下一个于谦叫我外边进来啊，不是，扭过脸去，脸扭过去，对，扭过去，冲着墙啊，别回来啊，啊，哎呀，至于这么恶心吗？到这地步啊，我们考试的时候后来勉强要了他了，啊、考试我门门100，满分总是100，他这个啊40、26。不及格，11，
负七。我上一学期欠人七分还、哎。我这怎么念的书啊这是。问我哎有办法吗有办法吗有办法啊。我说我打小在天津长大我有个秘方。什么这是考试之前吃一根棒水果子、啊、吃俩茶鸡蛋。哦是吧我吃完这一百分。是啊。你吃去吧。嗯、啊。吃完了一考试零分。还零分先吃的鸡蛋。嗨。顺序错了也不成。嗯、啊。没辙这脑子说实在的我带他上医院去检查过那脑仁跟松子儿这么大是吧一脑袋都是欠勾的欠啊哪有欠啊这里粉汤一脑袋粉汤是吧您别说话这么损团里边当时对他很为难啊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弄啊怎么为难了怎么留他呀啊留他能干嘛呀宰了啊国家又不让废话卖了啊、门口又没个狗市儿，哎，去，狗市卖人去啊！知道吗？你这个怎么弄啊？他也恨呐、啊，他也恨我们大伙儿，恨你们大伙儿。我们这一伙说相声孩子，他恨我们。啊，你们都这么好，我不行啊！我也要考好、嗯，那不是说的，要强啊！这是咱那个卷子拿来都是一百，最次的九十多。啊，他那个没有过三十的，他爸爸也很着急，他爸爸着急。那是啊，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啊。你这你老头呢心里我就说良心话什么良心话咱站在人家那个位置啊站谁位置上想的嗯我姓于我爸爸会姓王啊那个哪个呀就一个呀这个就剩了一个就是一个老爷子为他费多的心一看卷子都是红的一看卷子都是红的能不恨得很吗望子成龙啊最可恨他作假怎么作假他买那笔很粗把那分都改了嗯，都改一百分，知道吗、哦？骗他爸爸好几年，后来老头买了一测谎的机器，测谎仪搁在这儿、啊，一说瞎话，嘟嘟嘟嘟响，那就不说瞎话了，不是？这拿卷子一进来，啊、告诉你这是测谎的机器，嗯、说瞎话他响，多少分？考多少分？说一百，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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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瞎话，说实话，多少分？嗯，八十，嘟嘟嘟嘟嘟嘟嘟，还响。说实话，嗯，四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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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都没过呀，把他爸爸气的啊，太不像话了。爸爸小时候门门都是一百分啊，砰，炸了。我们爷儿俩加一块儿，一句实话都没有啊，知道吗？您太损了，我告诉你。又气的他爸爸呀。咱理解是望子成龙心老爷子顿足捶胸啊甭捶胸啊我王建国缺什么得了我啊说实在行行了行甭跺脚了恨得很不像您说的那样这么些年来为什么让他跟里头啊为什么他站在桌子里头我是捧哏演员少来这套、啊、台底下超过四个人他就尿裤他站这边坏了这都湿了这能挡着这一上后台先换鞋知道吗我至于吗我那么害怕我不是踩乎你就事说事这么些年没斗过哏怎么没斗过哏、啊、也确实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哎您要说这话咱就得抬抬杠了啊这么些年打小都是先学斗哏后学捧哏整个都学我也不是以前演出的时候没斗过哏呢啊你想一想在北京就上一个月怎么没斗过哏呢有吗怎么没有你好好想一想你斗过我买个测谎的机器哎回来用不着啊用不着多少人给我作证到那儿都能找出来三月中旬就是啊你还记着呢逗哏着我有什么不记得的哇、哦、你这个智力提高了那个药别停啊零我吃着药呢和尚什么零啊好啊有一回啊我对不起各位啊我说错话了刚才。还是的吗于老师斗过一次哏。道歉。就是上个月啊北京的是哪儿是通县的是哪儿啊有这么一场演出。哎在郊区。是一个药厂。对。做那个药就是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知道吗然后就是搞这么一个联谊会请了很多前列腺有病的病人给大伙发药。
啊，发那些发药的过程当中，台上不能闲着，需要找演员演出。啊，到北京各大团体都去了。嗯，不管吃，不管住，不管接，不管送，50块钱一场，上90%的税。嚯！啊，还有钱没有了？这个没人去，是没人去。于老师给人家买了几颗人参送去，把这演出算是争取下来了啊，赔大发了。去演去了。人家医务工作者下去发药去，啊，于老师上台了，刚说两句话，所有的前列腺炎的患者都尿了。大夫也纳闷啊，于谦这个人太利尿了啊，拿我当车前子了，啊，是怎么着？哦，有这么一回。对对对，什么有一回啊？他露脸呢，这是啊，没有你这样的。嗯，咱俩合作这么些年，站在台上您就说我这个，这是真事儿啊？什么真事儿啊？真事儿。什么真事儿，啊，你斗不了根。怎么斗不了根啊？你小的时候都学了，你不知道吗？你不灵啊？怎么不？抬杠，抬杠比打分挣得多是怎么着？你这不抬，咱抬这么着啊？我也不跟你抬杠啊。今儿咱俩换过来，我斗一回，我站那边来一回。别起哄啊！尤其坐底下的朋友，你们可不能这样。怎么了？你知道吗？人家坐的高，都尿了下来，被你们就淹了。哎呀，嗨，不至于啊，嗯，不至于，知道吗？没那么大不是。你们上下有仇，别拿这个开玩笑，知道吗？知道吗？没那么大不是啊！我告诉您，踏实住了，不至于啊，不至于啊！就有也顺门流出去啊，不是不至于。嗯，不，这合适吗？怎么不合适啊？咱不是较劲吗？抬杠吗？要不我先上桌子上去？干嘛呀？我不会游泳。这事儿闹的，我回来是说相声，我不是学游泳来的。我你没有你这么损的啊！换过来，换过来，说换就换。不是你真假的？我也让你见识见识，干嘛真的假的？你们也起看吗？你看没有？你看，要知道你逗哏，今儿就卖5块钱一张票了啊！我至于那么样吗？大伙儿真捧你。那怎么了？我替他爸爸先谢谢各位了。对，嗨，你替得着吗你？你先回来吧。啊，真的？我来一回，我逗你。这事儿闹，我给你托付托付吧。干嘛呀？终归天津是我的家，那我怕大伙儿欺生啊。不至于。各位，对不起各位，今天这没办法啊，呛到这儿了，他非要斗一回。怎么了？斗就斗吧，这玩意儿拦不住，是吧？捉妻拗子不通气，烟袋杆宁死爹不戴孝帽子，是吧？什么乱死爸爸哭舅舅宁丧种的玩意儿啊。我招你惹你了？待会儿让他就斗啊，但是可乐也别乐啊，则当捧我了，各位啊！嘿，好，我给你托付完了啊！您白费劲，您这是给我托付的吗？来，啊，来这个，来吧，换过来。你这事儿闹的，那怎么了？真行啊！废话，你过来，你这废什么话呀？说到就往这一站，不就到了吗？这个，对不对？你可憋住了，甭那么些废话啊！来。今天呢，由我给您，这场节目就算开始了。哎，我给您说一段相声。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是的，这个说就不容易。怎么？每一个字儿都得送到您耳朵里去。您得听清楚。哎，而且这个学也很不简单，啊，头一个来说，咱俩换过来了又，这不还是你逗哏吗？这个。哎，这话怎么这么顺呢？你说，废话，你老抢着说的还不顺吗？我这不配合你站那边呢，捧哏了，少说话，还不能说这么些个。当然了，你看这毛病还不少。嗯，来，我给你哎，表演一个是相声，不错。今天然后呢？你什么毛病啊？你这是？捧哏吗？捧哏，您全在腮帮子上的这几句。我这多热情啊！热情管什么呀？多给你说点啊！你多说没用。哦，多说也不行。多说不行，那少说啊。少说话。哎，好。今天呢，由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相声呢，两个人表演，四门功课。等会儿再照成不成啊？我说，
不是，这是演着出呢，你摆什么姿势啊？跟这儿，你说你的，我大大，你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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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没照完呢，不着急，演完出咱一块儿啊，这个这受不了啊！不是你旁边你一句话都不说呀？怕搅和你吗？你搅和我一个人说了，那这多好啊！那你怎么着到底还得说话呀？当然废话，你得搭茬啊！行，有来言有去语啊！啊，一句一句的呀！不是说我搅和你啊？怎么了？我是怕你丢人。我丢什么人？你看我跟他们照相的聊会儿天，牵扯大伙儿注意力，没人注意你好坏。那我给谁演呢？我这是，打小你没学过这个，怎么没学过呀？我们从小说实在的啊，说学逗唱都下过功夫。我大段也练过呀。从小你说绕口令、八扇屏、报菜名，哎呦呵，打小先练报菜名，不就是贯口吗？蒸羊羔、蒸熊掌，这一背一大套。我也背过，这也没什么。你哪学过这个呀？我给你唱来一段啊，我给你报一个，来一段，怎么了？哦，这抬杠咱们。到底你带着家长来的？对，真捧 啊, 家长啊，真捧你啊！废话，我来一段让大伙儿听听，长个见识，好好好好好好，对不对啊？这事儿闹的，不就是报菜名吗？来，重来啊！来，开始。哎，我请您吃饭。哎，不是，您起来，怎么了？谁扔西瓜了？哪儿了？哪有西瓜？谁害我？谁害你？谁推了我一本？谁呀、啊？出来！没有。哪儿了？没有。过来啊！没有。藏哪儿了？往哪儿找啊？这里藏人吗？这里头有人推了我一本。废话，咱别使坏行不行啊？你看，你说你的。废话，你躺下，我给谁说呀？我有西瓜，有西瓜。有什么西瓜？您这叫搅和，知道吗？谁搅和？来来来，报菜名吗？不是报菜名吗？来来来来来来。我请您吃饭。不去，我回家吃去。您这人就不讲道理，你看不去都不行吗？不当然了，我请您吃饭你不去，我给你捧的时候是这么捧的吗？哦，你也可以不去啊。以后那不去咱俩就甭说了呢。我安排车送你回去了，你不是不走吗？废话，你要走快走，那等照相呢，你知道吗？等会儿啊，一会儿就完啊。嗯，您甭老惦着这照相的。你怎么着，您得去，还得去。当然不去我怎么说呀？我怎么？你为了背这菜名啊？让你听听，这是准行啊！当然了，得嘞，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嗯，我请你吃饭。好啊，哎，我去。哎，这就行了。哎，你也甭说请我吃了，你把这菜名说个三样五样的来，我就知你请客这情了。好，嗯，我请您吃蒸羊羔，这就吃不了了。我这刚一个菜，你甭说了，我知道你呀、啊、没钱。哎，回来！你这样不行啊！我告诉你，你这样不道德，你知道吗？最后一句不都这个吗？没钱就完了。废话，这到最后一句了吗？这？我觉得差不多了。什么叫差不多了啊？您这搅和，您这没有义德，知道吗？我很有义德呀。我什么义德呀？你不乐意你告我去你啊。嘿，啊，告你干嘛？我对吧？您没有这样的，一个羊也赶，俩羊也放，你知道吗？废话，我凑一堆我便宜，你知道吗？啊，您这我刚一个字儿，您一个菜说出来您就下去了。您不是，你我跟你说，这个约定俗成不行，知道吗？怎么说相声是活的，一人一句呀、啊、你完全照着教科书一字不差的。咱们咱现场你干到死你也是学员，你知道吗？咱们到时候到现场咱也可以来啊。你来了吗？怎么了？不是，你怎么你在那平台你吃来打鸡血了是怎么着？怎么打鸡血啊？没受过这挤的，我告诉你，这事闹的啊。来了，没影的事儿吗？这不一句一句的啊，一句怕是啊，我艺术家好几天了，我，嗯，辛苦您呢，辛苦辛苦不嘞。昨天呢，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不嘞，啪啪一打门呢，有里边出了一人啊，出了人出人不嘞，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我们家没外国人，这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大嫂子不嘞，问您说您没在家，没在家没了家不嘞，我就走了，走走不嘞。我呀就拐弯了，拐弯拐弯不嘞，我就走了啊，走吧，你也活动活动吧。你看废话，你要死是怎么着？你
这不有来言有去语吗？有来言有去语，这么说也不成。我要给你这么捧哏，你也不成，知道吗？我要这么说，大伙儿就能乐了，你信吗？不可能！来回试试，换过来，那边来来，我就不信了。我告诉你，来，咱们就试试。我也得托付托付，你托付吧，我听听。到我了啊！不可乐也得乐，咱们团结起来，被这小子气死啊！完事一会儿演出散了，咱们一块儿吃饭去，谁去谁花钱啊？没羞没臊，大伙儿多捧啊！来来啊！我刚才给你怎么托付的？你是怎么托付的吗？辛苦您这个，辛苦辛苦吧。我上您家去了，上家上家不来，啪啪啪一打门呢，打门打门不来，打里边出来一个人，出来人不？我一看不是外人，外人不是外人不来。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大嫂子吗？说你不在家，哎，是，我就走了，走吧，我就拐了弯了，快拐弯吧，我上大马路了，去吧，我看见你爸爸了，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哎，什么？你先回来吧，等会儿，等会儿吧，等会儿吧。哎，太可乐了，这什么可乐呀？我都替你美得慌，替我美像话吗？多可乐！我爸爸跟猪八戒似的，你说这个呀？你管说什么？这不就乐了吗？哎，你我要说这，大伙儿也能乐呀？你这不能，不可能，咱试试，来一回，再来就来。你那过来，这有什么呀？这抬杠吗？这不是、辛苦您了。哎，辛苦辛苦不累。昨天我到您家了，到家到家不累。啪啪一打门，又里边出了一人。哎，出人不累，不是外人。我们家没外国人。你媳妇儿，我大嫂子，嫂子嫂子不累。问你说你没在家，没在家，没在家不累。我就走了，走了走了不累。我就碰见你爸爸了。不能，我爸爸死了。你爸爸死了，你碰不见。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刚才忘说了，你这玩意儿。哎呀，这不成啊？怎么不成？咱俩换过来，还得换过来。我对了，咱俩换过换过来，你也不成？没问题。我来着，我爸爸辛苦您嘞。辛苦辛苦吧，昨天上您家去了，上家上家，啪啪啪一打门，打里边出了一人，出来出人，没看不是外人呐，你媳妇儿我大嫂子，问你说你不在家，对，我就出门了，看见你爸爸，你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等会儿，好嘛，差点滑过去啊，就这句啊，我告诉你啊，我爸爸也死了，你爸爸噎死了，噎死像话吗？怎么着，噎死了。你爸爸死你怎么这么美啊？你给弄的妈呀，凶手似的，养儿得计，这玩意儿看见了吗？没有，不麻烦外人，就是这句，甭废话，别死了，怎么着吧。我不是昨天碰见的。碰什么时候碰见的？我一年前碰见的。一年前碰见的？对对对对。我爸爸死八年了。你再想想，你记错了。我没记错，八年前。你那亲爸爸，废话，嗯，就是亲爸爸，就这么一个。爸爸死了八年了。对了，确定死八年了。八年了，甭废话，碰见谁、啊？我碰见你干爸爸了。这老头啊，这么高，那多多高啊？这么高，我认干亲，我瞧得见他吗？我玩意儿吓唬人玩也好。什么呀？你干爸爸不认干亲，一概没有。你老丈人没结婚呢。你大爷，我爸爸哥一个，你舅舅，我妈娘家没人，你姨父没有，你姑父没有，告诉你没有，你姐夫没，我兄弟一个，你妹夫没有，你干曾祖，哎，嚯，知得够远的呀，您这个干曾祖，我这么跟您说得了啊，为了跟您说这场相声啊，我们家亲戚朋友全死干净了。哼，没辙，你好了改了，你也找一个，我哪儿找去？你认一干爸爸，我啊，比如为了跟您说这，我认一干爸爸，你凑合一个也行。我上哪儿给你凑合去？没有，我来要不啊？您甭来这套啊！您说，不，你这就叫诚心了。怎么叫诚心啊？没有义德呀？谁呀？你扒那儿堵我可不行啊！怎么了？你这样这相声还怎么说呀？怎么不能说啊？你大老远的拿你接到这儿来，你这诚心了就没意思了，知道吗？怎么叫诚心？刚才你怎么说我来了？不是，我是有感而发，你这个就不对了。怎么办？我是这样，我说什么你好歹啊、哎？有有有，
他怎么能说完的？是吧？啊，你是说什么我就得说有。你好歹你是这个亲戚那个亲戚，你说没有，你好歹你回家你再看看冰箱里还有没有亲戚，你给我找一个。没听说过，亲戚搁冰箱里存着，你好歹得找一个啊，找一个。你说什么我就得说有。啊、会喘气的那个说一个也行啊，有一个对吧？你真没羞没臊。不是你抬杠吗？咱得说完这。啊、对呀、啊。行行，我有。嗯，我碰见谁、哎？碰见你弟弟了。那、啊、行。我有有吗？哎，有个弟弟，得了，这就好办了。哎，我碰见你弟弟了，碰见可以啊。哎，您先等会儿。嗯，碰见是碰见了啊。嗯，您得说出来，我弟弟穿什么、戴什么、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多高、身量，您都得说出来。那碰见就碰见呗，没听说过，你得说明白了。是，你得看。我看见他，我眼睁睁瞧着他呗。对呀、啊，他穿什么？那穿着啊，穿着塑料的西装啊。哎、谁？没有，没有，没有，有拿塑料做西装的吗？没有，没有，他穿着一个那个。地卡那、个钢板的挂什么呀？那是神六，那是谁说神六了？他穿着大褂吧？那个、啊、没有，没有你说的粉不筋儿那啥绿色的？谁往这靠上？他谁呀、啊？他光着屁股呢？他哎啊！光着屁股！我在澡堂子看见他的，嘿，没穿衣裳啊！澡堂子碰见的，对啊，澡堂子碰见。嗯，那么他多大岁数？七十多吧？谁呀、啊？那旁边那老头七十多？没问老头。嗯，他四十没有，比你小，可能比弟弟嘛，是吧？啊、嗯，二十九，又稍微大，二八十四，谁？三五一十五，四乘以四，你猜是几？哎，您说什么了？我就猜、啊，你就说这意思，可乐吧？上哪儿就可乐呀、啊？他扭脸冲那边，我哪儿瞧见了？背身我看着后影哦，多高身量？对，一米多，一人来个，他你排二到二阳台，他趴在那儿，我趴那儿了。趴那儿了，趴那儿，有人给他搓背呢。哎呀，呵，好嘛，那哪看着啊？那，嗯，您呢？差不多，他这个模样，反正啊，四棱子吧。啊、那个谁，这大麻子没长着啊？没长，你说一脸敲的，可都点下去了是吧？点下了就没有了。眼珠子一边一个，反正谁废话？眉毛，哎呀，这一个头发呀 啊，反正那嘴牙里边啊，谁牙里边还有什么？鼻子眼，他有眼。他那个、废话，哎，你等会儿，啊、你呀、啊，别胡说八道了啊！我跟你说吧，啊，我是有个弟弟，你碰不见，怎么呢？我弟弟当然今天才三个月，你上哪儿碰？我说的是你亲弟弟，一奶同胞，真的吗？对了，那就不对了，怎么不对了？你爸爸死八年了，他哪儿来的？哎、这儿等着我呢。谢谢大家，是感谢朋友们的鼓励。哎，传统相声不好说，啊，要求演员见功底，嗯，啊，作为演员来说要涉猎广泛一些，嗯，关注我们的国家大事，嗯，最近咱们国家前不久就有这么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国家允许载人了，对，啊，我很高兴啊。等会儿吧，哪有这消息 啊？载人了？载人吗？什么呀？您这连着两年都载人了吗？是哪儿啊？头年宰的那是杨利伟，后来又宰一回，啊？您说那飞船呢？对呀、啊，那叫载人啊，载人啊，载人不叫宰人。神五、神六，对，我认为神六这是因为我起的名字，怎么跟您还有关系？我闲着没事跟马路上那儿溜，大伙儿都说，哼，那个火竟神六去，嗨、啊，嗨、我觉得我这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了。您那您闲点有什么贡献呢？听说神七也正在研制当中，是吗？我很希望神七的时候，我能跟着一块上回天。您跟着上？我要做一个二手的宇航员。这宇航员还二手的？我已经开始训练了。怎么训练啊？我们楼底下有小孩坐的那个转椅。对对。我去了。干嘛？都起来，都躲开那儿，躲开。我坐上去。哎，你坐。我喊孩子们来推我来推推。对，推你那胖子过来，过来推我。嗯，先练这转，转完这不慌不运就行了。哦，练这个转四十多圈。哦，停，行了，我这苦胆吐哪儿去了？哎呀，还是晕呢。练完这个之后，我得练不运高。这怎么练啊？你想啊，这飞船往上一走这么高啊，你往下一看，哇，你要吐了。嗯，不合适。是，哎，我先练这不运高。怎么练？旁边有一大楼。四十多层哦，我去了，是迈不进电梯，对，俩小时没上去，怎么回事？没电，哎，没电，你上电梯？没电，爬楼吧，爬吧，爬到楼上就站在楼顶子往下瞧，嚯，高啊，太高了，嗯，我正练着呢，楼底下来一帮警察，干嘛呀？下来吧，工头答应给钱了，嗨、啊。